港的潛力股是哪一隻呢？可以講一下這隻，這隻呢就是青島港，潛力所在呢就是好像形成一個呢就都挺靚的走勢的。這裡呢似似地啊，這個點搭這點啦，如果很密呢就似一個不太標準的頭肩底，這個是肩，這個頭，這個就是肩，不是很標準的，但是似似地的形，或者這段呢只是這段，這個杯，這個病有這樣的狀況，那究竟會不會真的出現這樣呢？那要啊，留待向日能不能夠突破到這個高位呢就確認了。但總的來說這個 PE 很低的，息率又高啊， PE 5-6 倍之間，息率6-7厘之間，加上最近的公司的回購，所以呢它的風險就相對很低，特別是如果你哇，就與你見到今天叫做逆市上升啦，再回一回逼近翻呢個右肩底部嘅時候咧，咁到時咧直播率更加高啊，可以搏一搏啦，搏一搏咧杯與病啊，以當係杯與病先啦嚇，呢陣當係杯與病形成啦，再試呢個杯病嘅底部就可以試下咧，就操作一下啦，就用呢個杯病嘅底就做指示搏佢，起碼試個杯與病嘅頸線，甚至乎破上去啦。呢、這個咧就係青島啤青島港啊，就咧佢個潛力所在咧就係、是、杯與病啦啊。